我们现在来为他穿三天没洗裤子啦，我们三天没洗袜子。哎，老师，我们现在要来认下，你根本就没洗吧？我不要，我很吃亏啊！黑鹰到底有什么好处？你都可以得到屁，我黑，我帮我帮忙来听。你光去找他，来听说。好拒绝！你们害我嫁不出去，都是你害的，又发痒。并不会认真的嫁得出去。你想他的苦工，你认为你苦工白眼就嫁出去？去看这里，好大。好，今天，哎，好亮。